我其实还真的是没什么心情哎，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是不是？这次入围了很多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渐渐就是心情已经走向一种出家化的心态，是一切平常心吗？对啊，但啊，我今天很感动的是看到安普，对。穿礼服，他很少愿意让自己这么漂亮，我很感动。我整个晚上呢，庆功宴那个场所的菜单已经在我脑里出现了十几次，每一道菜我都在脑里吃了十次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点什么？有什么菜呢？我会强迫每个人都点不一样的，然后我都可以各吃一口。Bye.